请看中视新闻的独家报道，现在会动的可不是只有清明上河图哦。明代四大家之一的仇英画展正在故宫展出，那么故宫也特别将他的国宝名画《汉宫春晓图》非常灵动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两只孔雀飞入明代仇英的《汉宫春晓图》，画面运用 3D 裸视投影，栩栩如生。故宫更展出《汉宫春晓图》的动画版，画中有114个人，年代落在汉朝的宫廷。16人小组的舞乐由2名舞者捉对演出，琵琶、阮咸等乐器现场伴奏。在空地里有7个人在斗草，有2个美女扯下树上的花丛，真是歌舞升平。2位嫔妃躺在床上的毛毡毯上看书。另一间厢房有一名画师正为一位后妃画像，这是画中位阶最高的人物。纤纤正妹、池扇扑蝶，都是红粉佳人，华丽时尚。汉宫春晓布局精美，是国宝级的名画。记者涂洪恩、周天杰台北报道。